大使馆是指一国在建交国首都派驻的常设外代表机关，大使馆代表整个国家的利益，全面负责两国关系。馆长一般是大使，也可以是公使或者其他等级的由派遣国委派的外交人员，由国家元首任命，并作为国家元首的代表履行职责。大使馆的首要职责是代表派遣国，促进两国的政治关系，其次是促进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军事等方面的关系。使馆同时具有领事职能，促进两国关系和人民间的往来是领事馆的重要职责，但其最主要的职责是领事工作。Hello， 大家好，我叫金盛，北京的京，盛开的盛。我出生在日本东京，生活在中国北京，所以啊，我的名字里面有一个京字。我现在呢，就来到了北京三里屯附近的使馆区，大家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吧。北京使馆区是外国驻华大使馆集中的区域，主要分为三大块，分别是第一使馆区、第二使馆区和第三使馆区。三大使馆区都在北京市朝阳区境内，其中第一使馆区位于朝阳区建国门附近建外街道朝外街道一带，第二使馆区位于朝阳区三里屯附近，第三使馆区位于亮马桥附近。此外，为方便外国驻华外交官，我国在使馆区周边增设了很多外交公寓，包括第一使馆区旁的 DRC 齐家园外交公寓、建国门外交公寓、第二使馆区的三里屯外交公寓、塔园外交公寓以及第三使馆区的亮马桥外交公寓等。那这个使馆区呢，左边啊有三里屯的步行街，右边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北京办事处，旁边还有一所启明星学校，是一所国际学校。好，我们再往前面走走看。我现在走的这条路呢，就是使馆大道。我身旁是西班牙大使馆。当然，来到这里呢，你不会迷路，因为这里有指示牌，三里屯西五街。往那边走呢，就是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大使馆，还有科特迪瓦共和国大使馆，以及德国领事签证处。来，跟我一起走吧。大家知道共享单车吗？在中国随处可见，当然在北京也有很多共享单车，但是呢，共享单车可不能随便停哦。这里就写到了城市单车推荐停车点，我们骑完车了呢，就可以停在这里啦。宝宝啊，咱俩今儿骑车可太对了，不堵车还能锻炼身体，可不，还发现了不一样的风景，我感觉自己又年轻了。快看，是夕阳。别走神，专心工作。您已成功将车停入指定地点。哦，任务完成。哇，快看，冰丝带耶！道德新风，共享单车。诶，那边有人停车了。哎呀，他在干什么？这是共享单车，你不能上私锁。要你管。等等，
享单车是大家一起使用的资源，不可以上厕所，不可以搬到屋里据为己有，要爱护共享资源，要停放在指定的位置哦。好的。对不起，共享单车是公共资源，文明使用，方便你我他。如何使用共享单车？首先找到共享单车停放点，打开支付宝，在搜索栏中输入共享单车，点击进入，点击扫码任意骑。这时将手机对准共享单车后面的二维码扫描即可，点击开锁，这样共享单车开锁成功就可以绿色出行了。如果想归还共享单车，需要将单车停放在路边安全的地方或指定停放点，然后将车锁往下滑动锁上即可，手机会收到还车信息，并根据骑行时间产生扣费。温馨提示，不建议小孩单独使用共享单车，单车使用时一定要注意爱惜保护，停放时注意按照车位摆放整齐。大家好，我是交警安全宣导员。在共享时代，共享单车已经成为我们出行优选的交通工具。特别提醒您，在骑行共享单车及共享电单车时，应注意遵守以下交通规则：一、共享单车禁止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骑行。我们观察到，有些低年级小学生放学后经常独自打开共享单车骑行，小身材骑大单车，容易摔伤，甚至引起交通事故。二、共享电单车禁止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骑行。一旦发生事故，不能独立承担责任，监护人也要被追责。三、共享电单车禁止多人骑行，家长千万别带孩子一家三口挤一辆电动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极易导致多人重伤。四、在骑行共享电单车时，请主动正确佩戴安全头盔，牢记一盔一戴，有效保护自身安全。五、骑行时请遵守交通安全法规，按照规定车道骑行，禁止逆行，不可随意进入机动车道，切勿与机动车争道抢行，避免发生交通事故。六、通过十字路口时要按红绿灯指示通行，严禁闯红灯。七、骑行结束时注意查看规定停放区域，在骑行 APP 标注的 P 点处文明停车。安全骑行从我做起，一起做低碳达人，倡导绿色出行，减少碳排放。这些共享单车、共享电单车安全骑行小知识，你们都学会了吗？截至2016年底，中国共享自行车市场整体用户数量已达到1886万，预计2017年使用者规模将继续保持大幅增长，年底将达到5000万的规模。但我记得我在8月份的时候呢，跟他们在北京的当时比较早的那个办公室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他们有一个大电视，电视机，这个电视机当中能够清晰的显示每台车一天被使用的频率，最高峰的是一台车应该可以达到15到20次之间。后来我们就会觉得，哇，这个的的确确是有这么多人有需要的，而且是一个非常高频的这样的一种出行的方式。拿出手机，输入车牌号，输入开锁密码，短短几十秒就可以取走一辆共享自行车。得益于强大的移动互联技术和发达的社交网络，共享自行车迅速在年轻群体中普及。
骑行重新成为一种时尚。在我身后呢，就是中国银行。刚才我们还路过了启明星国际学校，前面还有一所英国国际学校，真的是应有尽有，各种设施真的是太方便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使馆区的银杏大道。虽然现在已经看不到银杏树的落叶了，但是在秋天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美的。我左边呢还有阿根廷共和国大使馆，右边也有其他的大使馆以及一些公寓。我们接着往前走。现在呢，我就来到了北京市朝阳区的第三使馆区，在这里呢有我们日本国的大使馆，来跟我一起去看看吧。我现在呢就来到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旁边的日本国大使馆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在我的前方，这里是日本大使馆，旁边呢还有中国东盟中心。这个附近啊，有很多很多的日本同胞在这里，同时呢，也有很多的好吃的日本料理店。你们看，这里有マツコ松子。使馆区是国际政治风云的晴雨表，国际上一阵风，使馆区就会掀起千层浪，稍有闪失就会在国际上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俄罗斯大使馆，它是在北京面积最大的使馆，又处于北京的东二环，临近簋街等热闹街区。这里就是第一使馆区了，第一使馆区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光华路附近。那前面呢就是二环，后面是三环。我们还可以看到不远处是北京的地标物中国尊，旁边呢还有泰王国大使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Adisan Jampa Papale. I'm a minister counselorOf Loyal Thai Embassy in Beijing, but right now I'm acting for the Consuls of Agriculture in Shanghai office. Actually, Thailand is the most favorite country for Chinese people to have a vacation. But for the one that don't know Thailand very well, Thailand is our culture divided into four.Parts. We have a central part, northern part, northeastern part, and southern part. So the different part is quite different like China. In the northern part, we have some culture that mixed with the Myanmar or Laos. For the northeastern, we have a very big influence from Lao culture. And in the southern part,We have a Muslim culture. We have a Muslim culture that have influence from Malaysia. So we can say that only the central part of Thailand that's authentic Thai.
I'm from Bangkok. Bangkok is in the central part of Thailand. Actually, Bangkok is the center of administration, the center of finance. So we don't have a special culture or special products for Bangkok. But the suburb of the Bangkok, we have some small province. Like for example, Nonthaburi. Nonthaburi is a very small province nearby the Bangkok. We have a very, very special kind of durian. It's called Gan Yao. It's very premium grade, very high quality and high price. The price is around 10,000 yuan per fruit, and you have to reserve with it before the production period. Otherwise, you cannot get it. And the production is very limited. Gan Yao, you remember that. My favorite food is Tom Yam Goong. It's quite like a Suan La Thang, but it's more hot than Suan La Thang. Last year in Beijing, we have a Thai festival, and we introduce the durian with the sticky rice. I think it's very, very some kind of exotic one that Chinese people never seen that. But they smell, oh, lorian, but they don't know. How come durian eat with sticky rice? But if they try, it's very, very delicious one. And if you go to Thailand, you have to try seafood. And a special fruit that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to the Chinese market is mango. Because our mango is quite a premium grade. We can export a lot to EU market, even in USA or in Japan. Or we can have like a dessert with sticky rice. We can use durian and mango with sticky rice. It's a very, very good taste. If you go to Thailand, you have to try. 在热闹的北京市中心，有这样一条充满传奇的胡同——东交民巷。这条胡同位于老北京内城中轴线的东南部，最早时为元代控制漕运米粮进京的海关，南粮北运的咽喉要地，因而得名江米巷。后来因谐音雅称，人们就改叫它为东交民巷。东交民巷不但是北京最长的一条胡同，还占据着北京市的风水宝地。明清时期，此地集中的是宗人府、太医院与皇室生活直接关联的机构。也正是因为东交民巷不可多得的政治地位，这里还设立了大量使臣住宿的使馆，如日本使馆、法国使馆等。当然，除了各国使馆，巷里先后还出现汇理银行、正经银行等大型外资银行。最具标志性的圣弥额尔教堂，
有意思的是，在这些驻华大使馆当中呢，只要到了节日，每个大使馆就会举办一些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这样呢，我们这些在国外的外国青年以及外国友人就会感受到一些国家的那种情怀。所以呢，只要到了这个大使馆，大家就可以去体验这些不同的文化和传统的风俗习惯，还有一些特别有意义的活动。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环境静谧，建筑风格各异，这里呢就是北京使馆区。使馆区的哨兵严格执行着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时刻守护着使馆馆舍的安全。经允许，我们可以走近拍摄，不间断摆头，时刻观察周边的情况。哨兵身处第二国境线，往前一步是国门，后退一步就是国外。正是因为这样，他们的哨位是特殊的哨位，因为外交无小事。有时候我们要到岗亭内打接电话，从岗台至岗亭也就有七八步，但是我们要用跑步来进行，为了是防止不法分子趁机对我们目标造成威胁，所以我们要在每个环节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使馆区驻华使馆以及外交代表机构有100多个，哨兵们能够从百个汽车号牌当中看车识人，见号识馆，同时他们还练就了看、听、变等特殊的技能，一旦有不明身份的人员靠近，他们都能第一时间发现辨别。